从小在头城乡下长大的吴朝丽，对于流水席和半桌的文化可说是了若指掌。不仅自己常跟着大人一起参加，也从中发现，如果自己喜爱的吹气球拿手手艺也能够运用在传统的酒席中，那一定能让场子变得更加热闹。单纯的想法加上专心的苦练，吴朝丽的吹气球功夫和多样的创新气球造型，成为他点缀活动场子的独到绝活。成立这个气球玩家的部分是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，那在一个公益团体的部分，我们去做参与他的公益的布置，会场布置。那当中来讲，可能就缺少了一些义工伙伴来做这样的协助。那正好那一天我有空，那就这样的参与的气球的会场布置这个行业，那就这样子一头就栽下去了。觉得气球这个东西很特别，那你如何去控制它，你就可以，你学会了控制，你就会知道怎么去做变化。那慢慢的你会更有个人的一些特色出来。那所以说你就因此就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接的一些会场的那个布置，像结婚的会场，那喜宴的那个活动的会场，那陆陆续续的开始就参与这样的活动，这样的行业进来。吴朝丽被称为气球玩家，除了他自己喜爱玩气球之外，宜兰人乐于分享的天性也在吴朝丽的身上看得到。除了把场子打扮得五颜六色，自己也经常扮成气球小丑，拿着造型气球四处与大朋友小朋友结缘，成为会场中最受欢迎的气球宝贝。气球这个行业说实在的也陆陆续续的越来越进步，那我们也要跟着时代的转变，我们要做进修。那所以说我们每年都会有进请国外的团体来做这样的研习，这样的实习的那个案子，这样子。那目前今天我们在这个会场来讲是一个室外的一个会场，那我们基本上会做今天我基本上的基本配备，我就将做一个拱门，气球拱门的部分。那里面我们还有做一个，因为它有红地毯的部分那个新人的一个走道，那我们会加上几个罗马柱来做迎宾的一个做那个造景布置，那加上才有一个舞台的效果。那我们今天在最后的时候，那新人走到最底，然后在主桌的时候，我们会给他一个很惊喜的 surprise， 就会给他一个爆破，让他一个很特别的、很难忘的一个回忆。气球原本只是将气吹进橡皮里，但是加上吴朝丽的创意与创新的活动能力，总是能够营造活动现场充满欢笑和温馨的气氛。吴朝丽就像一位气球天使，把玩气球也让气球带给人们无数的欢喜。带给宜兰最幸福的气氛是气球玩家吴朝丽的强项。为了让更多人感染气球玩家的幸福绝活，凡是持有首都客运票根预约气球玩家服务，就能以小小的经费创造活动现场大大的幸福滋味。时讯新闻吴芷云、吴世伟宜兰采访报道。